主料：胡萝卜300克，榨菜100克，辅料：香菜、葱、姜、蒜末、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胡萝卜切块或切丝，葱姜蒜末，葱姜蒜末爆锅，先加入胡萝卜炒5分钟，再加入榨菜翻炒3分钟即可。成品图，烹饪技巧，不用再加盐、酱油、榨菜都有了。在超市买那种类似红油三丝的咸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